在家吗？今夜有没有特别思念一个人？是家人，还是朋友？今天想给你分享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，张大春先生的《聆听父亲》。我父亲教我识字的招数极多，我不知道将来是否应该照样移植到你的身上。我曾和你说过，祖家大门的一副对子是请雕工给刻的，常年挂着，一到腊月底卸下来，朱漆雕版抹漆字，重修一过，焕然如新。连语从来就是那么两句，诗书记事，忠厚传家。我父亲配设在眷村之中，便改了字号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有时下联也写作大地回春。我最早认识的大约就是连语上这20个字了。大年下，我父亲牵着我在纵横如棋盘的巷弄之间散步，经过某家门口便稍一停留，看看人家的春联写了些什么。偶尔故事会被那些春联打断，走不了几步，家父便分神指点着某联某字说，这副联字写得真是不错，或者这副脸境界是好的。等我念了小学，不知道几年级上，自家大门口的联语换了，成了依人成礼，与德为邻。我父亲解释，这是让邻居们看着高兴。就我对巷弄间穿梭打闹的孩子们的观察所知，没有哪家邻居会注意到我家大门边写了些什么。我家与邻人素来相处不睦，应该是往来串访不多，难得举语之功，跟门上的春联显然不应有关。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微的变化，我父亲同我在闲步与里巷之间的时候，竟不大理会人家门上新贴的对联如何了。有时我会问，这幅字写得怎样，或者这幅联的意思好吗，他才偶一略言，要不就是说这几个字不好写，要不就是说好春联难得一见了。上高中之后，我开始读帖练字，我父亲从不就个别字的结体构造论长短，偶有评制，多半是张猛人碑临了没有，或者米南宫不容易写扎实，飘不好，飘到俗不可救。那是1971年左右，我们全村已经搬入公寓式楼房，8家1栋，大门共有。彼时我们父子俩几乎再也不一道散步了。有一年，热心的邻居抢先在大门两边贴上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。我猜他看着别扭，等过了元宵才忽然跟我说，赶明年咱们早一天把春联贴上吧。这年岁末，我父亲递给我一张纸条，上写两行，水流任急心常静，花落随贫意自行，中间横书4字，车马无喧。接着他说，这是曾国藩的句子，
原先就贴在咱祖家北屋正门上，你给写了，贴上吧。一直到他从公务岗位上退休，我们那栋楼年年是这一副对联。我父亲退休那年，我腊月里出去，到开年了才回家，根本忘了写春联这回事。这一年大门口的联语是我舅舅给写的，一笔刚健遒劲的隶书：依人成礼，以德为邻。横批是和气致祥。我问起父亲，怎么又邻啊礼啊起来，他笑着说，老邻居比儿子牢靠。我说这一副的意思没什么个性，配不上舅舅的字。他却说，曾国藩那一联做隐士之态的意思大些，还不如这一副。说着又掏出一张纸片，上头密密麻麻写着，放千只爆竹把穷鬼轰开。几年来被这小奴才扰累，俺一双空手烧三炷高香将财神接近，从今后愿你老夫子保佑我十万缠腰。横批是岂有鱼高润春寒。我笑说，你敢贴吗？我父亲说，这才是寒酸本色，你看看满街春联写的不都是这个意思吗？还犯得着我来贴吗？我回首前尘，想起多年来父亲对于写春联、贴春联、读春联的用意变化，才发现他的孤愤嘲笑一年比一年深。我现在每年做一副春联，发现自己家门口老有父亲走过的影子。你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呢？我和我爸相处起来更像是朋友，互相尊重，也有各自的坚持。对于我俩来说，无论出现什么事情，都是一杯小酒就可以解决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每一个夜晚在月光书房想把我读给你听，明天见。Thank you.